因为体型，林书的近况令人担心。据悉他的体重已经过了300磅，曾经有网民见到他坐在舞台边，说现场见到他喘晒气，可以坐就不起。等了两个月终于开工了，不过我对电影有一片火红色的心啊。近日他在抖音出片，说等了两个月终于开工，更加用了他在电影《红兵》的金句，见到他一头白发，相信是为了电影特登染白。他精神饱满，讲嘢中气十足，睇嚟状态好好，粉丝可以放心了。